这个是在用那个矿井水，不是那个焚矿的水在做突然实验，它那个进水是多少？2080。2080，然后我们 pH 值调到了11.9，这一桶是29升水，然后那个流量呢是废水是15.4升每小时，酸是60升每小时，现在。要测一下那个，现在已经运行了大概15分钟了，我要测一下这个氨氮的值。这个水温是38度，一开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最后没有稀释，得到的氨氮值出水是2.9，那就是进口是2080，经过这个三级膜以后。出水是2.9，这个是相当可以的。